为什么每次学校有新生来，总喜欢向我挑战？看我，看这里，这是在挑衅我吗？自不量力的战五渣！哎呀，不要害羞嘛！班上只有我们俩是猛科动物，要相亲相爱才行哦。那把球捡回来，我的肉垫就给你捏捏。住手！放开我儿子！有什么冲我来！千万别打脸！沙文特，我最喜欢的作家竟然跪在我面前，我该怎么做？哦，规矩我懂。这个给你，儿子还我。这是。都怪爸爸的肱二头肌不争气，只好交保护费了。爸爸，你看，偶像的签名。幸福来得如此突然。他怎么了？不知道。趁机溜走吧。等一下，钱不够吗？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怎样才能成为您这样的作家呢？这样啊，很简单啊，只要这样蹭蹭儿子，灵感就来了。对呀，我超会的，给你试试。怎么样，文思如泉涌了吗？完全没有。那这首呢？爸爸，这家伙有点笨哎。小声点儿，不是每个人都像爸爸那样有天赋的呀。我们走。我真的没有天赋吗？今天被大神点播了，又有了开过光的签名，总该写出点什么吧。脑子一片空白，可恶，什么也写不出来呀。儿子的战斗力又提高了，称霸宇宙指日可待。老公，你在电幽灵可以瞑目了。我瞑目个屁呀，这可是祖传的四品小叶紫檀书桌呀。你个败家子儿。再来个人类，跟我一起关注爱奇艺动漫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吧，想独家官方爆料，更有日常福利雕落哦。大的小的，爱的跑